是啊，和你商量个事儿。什么事啊？我和我妈说了，明天让她上来照顾你。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？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，我让我妈上来照顾你，难不成你还不同意啊？ 是我不同意，你也知道，我们结婚之前，你妈对我就有偏见，说我是农村人，配不上你。每次见我就拉着个脸，总说我的不是。你觉得她能照顾我吗？哎，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以前你妈上来。 家务活都是我一个人干的，还要照顾他。我现在怀孕了，不想那么累。放心吧，我妈，她一定会帮着你的。再说了，你现在肚子还不大，多做点家务，锻炼锻炼身体，对孩子。 也是有帮助的。好了，别耍小孩子脾气了啊，我上班去了。 我儿子借我上来是享福的，你可别想着我来伺候你了。我儿子这么优秀，随便在外面找个女人都比你好，你就知足吧，赶紧去把地给拖了。我知道了，一辈子穷酸命，别以为怀孕了就富贵了。 我去打麻将了，你把家里打扫干净。喂，早点做饭，别让我儿子下班回来饿着。
我是六六，喜欢我们就关注七点半，每天与你不见不散。